认唔认得佢？搭个插画师为两架酒红色嘅山顶缆车设计新装，向市民道别。主题包括香港文化同大自然，展现过去嘅变迁同发展。今个月28号，服务咗32年嘅缆车会暂停服务半年，进行最后阶段嘅升级工程。而家属于第五代嘅山顶缆车，车厢可以容纳120人。升级工程完成后，换上第六代缆车，可以坐几多乘客呢？車廂咧係會比而家呢一代咧會係長啲啦，因為我哋唔能夠加高，唔可以加闊，因為喺車路上面咧有啲天橋嘅限制啦。咁咧長咗嘅車廂咧就可以令到咧我哋嘅載客量咧就可以加到210人，咁就解決咗個排隊嘅問題。山頂纜車公司話，新嘅纜車會盡量保留原有嘅設計，譬如係呢啲木凳同波浪形嘅地台都會保留。而来往花园道至山顶总站的4个中途站，将来每个站都会有新变化。而家嘅车咧就有楼梯级啦，咁将来咧嘅地台同埋个月台咧就会系均等嘅高度，咁即系话咧出入咧就会方便好多，尤其是系一啲轮椅嘅客人咧上落咧就会方便好多啦。到时亦都会有全新嘅控制及信号系统，换上新缆索、新路轨等等。而家成人来回票价52元，将来会唔会有调整呢？缆车公司话要视乎市场情况再决定。至于第五代缆车之后会卸下新装，回复酒红色，保留喺香港，放喺边度就未有定案。